我啊，我又能穿短裤，要能不穿裤子我就不想穿了。衣服都是多余的。啊？已经没有东西脱了，有这里有蚊子。大家都日子都很平淡哦，好像都要期望那个有一点意外。那你会希望是什么意外？大叔光屁股会好看吗？我上次来这里是骑脚踏车上来的。对啊，而且这只是我骑的，我这一条路线的六分之一而已，我是要骑到福山去的。我那天是去，我那天就这边做完大房之后就去了吃土鸡去了。那天天气好冷啊，还可以啦，还可以，以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还可以撂倒很多人。我们比较流行去修理馆，里面没有电视可以助兴，没有冷气也不舒服。对啊，只有这个怪活动才会在帐篷里面进行这种爱情的游戏。我今天带一个比较新的歌来，我要带一首新歌来，因为我们是新宝岛康乐队嘛，然后我们当然就是所有的素材跟一些软件都来自于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试一首新歌，叫做追尾有扁掐，对，新的专辑的新的歌，当然那个像 Summer 啊，这个一定要唱一下，热闹一点。预计演出的时间有没有自己一个我们演出的时间跟现在这个乐团的名字是一样，大无限。